究竟是什么人。昨天你睡的地上，今天我睡地，你去床上睡。没事儿，我是男人嘛，睡地正常。那我陪你睡地上。那不行。那你陪我睡床上。那更不行。跟我睡是委屈你了吗？我都不介意，你一个大男人在矜持什么呀？我都已经是你的人了。之前上次已经有辱斯文，枉费我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怎么能做如此不公的事情？我都已经想好了，等我把案子结了，我就。提亲，明媒正娶。现在师父也走了，我们都一样，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。但是我可以做你的家人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信你，我等你娶我。我王家洛非你不娶。你先睡，我出去透口气。那你早点回来，我一个人怕黑。片刻就回。究竟是什么人？他是我的同志。你认识云静？于培伦，字云记，七年前到日本留学，我和他是一起加入了同盟会。就在上个月，广州起义失败，云记被俘，宁死不降，从容就义。
学术杀不了，革命党人游杀不了。这句话就是他受审时所说。去年裴伦同志赠给我这本书，在听到他的消息时人已不在了。这句话就是得知他就医后我写下。同志，你一个王爷的女儿，北洋将领的妻子，你是同盟会。母亲是不是也加入了同盟会？